你们看，我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这里有一个网红眼球玩具，这里面就是能看出那种发光的东西，然后只要机器切开就会有那种七星连珠的效果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蓝色的，找到两个了，切开了不会掉到滑梯下面了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里有一个金窝，哇塞，好像是个金木人呢，掉下去了。然后我们从这边滑梯这里滑就是，哎，什么情况？刚刚那冷眼球为什么没有掉下去啊？这滑梯里不会有问题吧？我们再找一个什么东西扔，哎，哇塞，这边还有一个眼球哎，还有一个，我们把它，哦，最新39套的一元包哎，还是没有拆的，一共有5包，我们拆一下。想不到竟然发现了奥特曼卡片宝藏哎 ，SR 卡。再看一下第二包，这个封面是最新的布莱泽，哎，又是个 SR。第三包蓝 GP 阿尔卡蓝 GP 哎，哇塞 UI 超热的一个特打丝，虽然没有开出蓝 GP， 但是开出个 UI 也不错。第四包蓝 GP 又是 SR。 最后一包第五包蓝 GP 阿尔卡，哇塞，哎，这怎么变成绿色的了？可以闪光的，真的开出一张 GP 卡哎，想不到连续开出2张好卡。然后我们去找一下另外的眼睛，在这里又发现2个，绿色的、粉色的，还有一本黑魔法书，这里边应该是有七星连珠的方法。哎，这里边都是英文的，这也看不懂，怎么办呢？还是扔掉吧。